什么？什么吗？好、哦，蓉蓉，你都几岁了？起床了再找妈妈。妈妈去上班的啦。人家妹妹也没有像你这样起床还在找妈妈。妈妈去上班了，你等下要上学了，好不好？外婆要帮你换衣服，快点。我在想梅子，你要不要吃梅子？晚上吃还是现在要吃？我在想。你的心情好了，你不是说今天才要吃？来，进来，快点去外婆那边。快点。